你好，我叫兰嘎，今年十三岁，我是 C 学校的学生，我从八岁起就开始学习中文，但我想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意识到中文有多么重要。我是在西班牙，我有两个妹妹，她们和我的爷爷一起负责让我认识到中文和中文的重要性。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在学校学习中文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但我想继续学习更多的中文。我认为中文对你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，你需要非常勇敢，并将一轻松的带领是一件分享给中文。中文非常复杂，或去年你还需要一个好老师并寻找一个懂你的人。中文给了我很大的惊喜与趣，现在当我进入中文商店或餐馆时，我可以与他们交流。另外，我想再过几年我就能去中文和大家交流了，这一直是我祝福的梦想。我一直想让他开心，我会为他说一些。总是我认为中文是一门具有挑战性的语言，对西班牙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。